战斗，开炮！团长，西面那边也发现了一批白狗子，白狗子到，去西面阻击白狗子。是，李昂，快跟我走。是。前方发现白狗子阻击部队，大约一个团的兵力。听听吧，敌人是有备而来，现在是前有堵截，后有追兵。如果再跟他们死拼烂打，这无疑是全军覆没。天上还有飞机轰炸呢，那现在我们要怎么办？那也没有别的办法呀，没有路走了。还有一条路，从老君山的方向走。我知道这条路，可是很难走。我们还有这么多的百姓和伤员，总比掉进白狗子陷阱里强。嗯，方刚子说的对，我们不仅要保护老百姓，还要保存实力。如果现在我们和敌人死拼，不尽快摆脱他们的话，我们就会全军覆没。方雷，带着大伙往老君山的方向走。好的，师长。去吧。行吧，翟叶斌同志。大部队撤退的并不顺利啊！报告政委，大部队遭到了敌人的夹击，正在向老君山方向撤退。现在要向掩护大部队撤退，就只有一条路，那就是杀回红安城，把敌人给引过去。怕不怕死？不怕。那就跟我一起杀回红安城。同志们，陈座，咱们这次没多大牺牲就拿下了红安城，歼灭了敌军主力，真可谓全胜啊！您说咱们是不是应该开个庆功会什么的？那倒是，一定要开。拿下黄安城，这是多大的功劳！报告，共匪又打回来了。哟，这丢了的城还想要回去，他真是不要命了。行，那咱们就成全他，来个一网打尽。电告，让51团、52团赶回来增援。是。陈座。就这么一会儿，残匪还需要3个团来对付。对付，你别看他们人少，可个个都是不要命的主，
这俗话说了，兔子急了还咬人呢，更何况咱们占了他们的立足之地，啊，是吧？团座明示。哼，我跟你说啊，上峰看的是什么呀？看的是我们的战功。咱们要的不是共匪，而是这座黄安城。现在黄安拿下来了，已经是首功一件。可万一再让共匪夺回去，那咱们杀多少共匪也是徒劳无功。是，团座说的有道理。那我马上指示让51团和52团撤回来，给这会攻城的共匪来个内外夹击，一举歼灭，一个不留。去吧，哎。哎，快，快撤！快，快，快，快点，撤！哎，撤！快快跟上，跟上，跟上！走走走，快点，走走走，快点，撤！同志们，冲啊！螳臂挡车。机枪队准备。首长，吃点东西吧。有没有铜锣的消息？不过师长，你就放心吧，铜锣会打仗，这么聪明，肯定没事的。其实我真希望他能在我旁边洗脑。人数都清点完了吗？清点完了，我们团就剩下2个营的兵力了。知道了。追兵已经被我们甩开了，我们暂时安全。好，铜锣，麻烦将政委
大部队和吴国忠团长呢？王政委和吴团长，为了给大部队争取撤退时间，又打回了红安城，最后全军覆没。 帅也，匹夫不可夺之志也。我为师，只要还有一个战士，也可称获之辽与援，不可相耳。